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酸，欢迎收看八月六号礼拜四的南投新闻。南投新空季就要开始展开了，包括溪头、鲤鱼潭、清境合欢山等等七个上好观赏天气的景点。县政府今年嘛推出六个梯次会小旅行，由专业的老师带领大家来进行青岛的体验，还有星空音乐会、电影院等等的精彩活动。嘉义观赏天气的民众千万唔通来错过。有这两家国际的红仔，担任着宣传活动的特别贵宾，佮南投县长林静等人，做来启动着新空气的仪式，邀请大家佮溪头、鲤鱼潭，还有三那溪这七个景点来欣赏天晴。南投县的清境啊，是亚洲第三座的暗空公园哦。那么我们为了配合暗空公园，以及观光旅游季的一个推动啊，所以我们又特别啊制定一个星空季节哈，就是要来推展啊我们这个暗空公园的一个看星的活动。今年活动主要来推出着欣赏天气的小旅行，有专业的天文望远镜加设备，搭配即兴解说着天文的故事，欣赏美丽的天气。坐在地旅游体验以外，一个星空电影院甲音乐会加的活动。非常的精彩丰富。我们在九月十九号啊，也要在暗空啊，阴峰啊，举办一个暗空的音乐会哈、啊，欢迎各位来观赏。在那么优美的一个环境之下呢，欣赏音乐，又看到天空这么漂亮哦。我们八月八号、八月九号、八月十五号、八月十六号，我们在清境啊，会推出星空电影院。暗时大家带囡仔大家看电影。清境永续发展协会跟乡公所这边，我们就打造了一个星空山城，必须要把我们整个清境的旅游有质变，我们不要量，就是把整个清境的旅游提升起来，甚至带动整个仁爱乡的旅游，甚至就是我们高山土特产的部分。针对着星空节的活动，县府并且结合着观光业者的资源，设计真侪活动，结果推出相关产品，介欣赏天气的民众唔通错过。清境啊，阿万大，然后日月潭、惠水林场、森林溪、溪头、猴探井都有，然后不一定要到同一个地点，你多留一天，你可以多走几个地方哦，来看看我们南投美丽的美丽的这个环境。有四个临时邮局戳，还有四个风景邮戳，非常美丽。然后呢，让我们的美丽的风景呢，借由邮票到国际。另外，为了鼓励民众利用社群网站做分享，官府在入驻举办电影比赛，第一名有200块。介点影的乡亲，也是讲想要参加活动的民众，会使到官方网站来查询到相关的资料。记者林欣采报道。